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我的阴影正在躁动。咱的直播不是给你一个人播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什么时候播啥的，你可以提点建议。你说这个游戏啊挺好玩的，你看看要不要玩，我可以去瞅一眼。你别老玩点别的吧，老玩英雄联盟玩点别的吧。你咱也不是给你一个人直播的，你说是不是？人的恶生长于自己的影子中。全军出击。上的人不讲王法，老鱿鱼。先吃你5块钱，点 Q 一下，啪啪，茶眼，啪，啪，啪。Q 一下。点一下，点一下，扣一下。我差一点都要杀他刚才。一上来啪啪扣，啪啪呀，没关系，死了，没点出来。走啦。Enemy double kill。草原上还有比黑影更坏的东西，是什么？我也不求你，就是有多设身处地的给我们想一想。我也不求你老想一想，你别老想着老支配我，行不行？在你就别老想着老支配我。没什么。收益，扣一下，打吧妞，点一下，接个扣。点一啪啪，打不了闪现啪啪，扣啪啪，啪吃药，插个眼儿，点一下，再点，点一啪啪，收了诅咒的人最麻烦的就是，他们总是不肯安息，扣一下。现在有一个 ADC 好像就是永远也上不了场，你们知道是谁不？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 ADC？ 不要停步，不要挨枪。替他出水滴也行吧，那来一个，来个水滴。是大嘴儿，对，是大嘴儿。为什么大嘴儿不加强呢？轮着妈我都见过，轮着妈我就没见过大嘴儿。扣一下，啪啪，打不了啪啪，
啪，一点烟，啪啪，接个扣，啪啪。斯塔皮了，谢谢，我是鹌鹑大舅子。大嘴不能加强，加强就无敌了，关键也没人玩啊，那玩意儿了，我都老长时间没见过大嘴了。扣一下，啪啪。麻烦了，啪啪扣，啪啪一，啪啪。我会停止你的直系亲属。在这里，你的斯塔皮一中你的东西。再清一波吧。好惨，你给我找了个好活。这是他唯一一波杀我的机会，如果他现在找不到机会，那永远也不会有机会了。我差点钱磨切怎么办啊，啪扣一下，没人能原谅，走啦。太早出没有用了，怎么没用呢？我这普通攻击就可以了。打下了烙印。哎，我看看啊。对呀，普通攻击就可以叠了。服了吧，这玩意儿挺贵的，一啪啪 W。 恶毒的心永无止歇，这啥呢？是枪子儿吧你？听得到邪恶之地的歌声。打吧妞，啪啪，啪接个坑，一点烟啪啪点一下再见。他们家打野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怎么没见过这人呢？但确实啊，他帮他也没啥用。
点 W 一走，哈哈，扣一下，扣一下，哈哈，打不了哈哈，看能不能打那个闪吧，扣一下，哈哈，哈哈，拽我。好帅呀、啊，卢仙！如落日般血红。希望我以后也能像卢仙一样帅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插个眼呗，我现在这么点蓝，我都能打过他。点一下，一走，啪啪，快跑，打不过，溜了。为什么拽着我了？啊！魔鬼怎么能当成死鬼？一走，养一波猪。鱿鱼发育了一波，这鱿鱼还推呀、啊！鱿鱼啊，鱿鱼，你挺过分呢、啊，鱿鱼。现在看来，我并不知道鱿鱼去到哪里。但我想打个蓝 buff， 谁赚配件了？没关系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啪啪！我怎么死的？哎呦，这有点不对劲了啊！鱿鱼突然起来了，是啊，鱿鱼，鱿鱼600块钱了。身子里的影子比血多，这样的人你杀不死。拿红吧，可以的。鱿鱼拿了个蓝 buff， 新的一天又没视野。哎，挺糟糕的。不念那个老套，就难套。
往我这边来什么意思？说明这里可能有人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原来是要杀我的意思。哎呀，可恶啊，真是可恶。我这样出了，我是不是西兰刀我们就不用出了？收集者无尽，配个什么呢？配个血印吧。来个拉莫利训印，点爬爬柳啪啪一啪啪勾，来人了吗？夏龙没来。地狱火配上开枪的手，能把人送去任何地方。其实这卢仙都不应该出这魔种，没啥用，太慢了出来的。本来我西兰刀的话，我现在都虚区都老高了。我一看呐，这是嘎里奥搁旁边要跳我呀！啊，你瞅那鱿鱼那个样子，你就知道他旁边肯定有人，知道吗？跟紧你所知的魔鬼。那嘎里奥始终没出来啊，他死了。早说呀！那蛤蟆挺有意思的，挺有意思的。打了个闪，还杀了个人儿。但这魔宗出完以后，我说实话啊，虚虚还挺高的。刚才我充分感受到了这魔宗的虚虚，嗯，相当高了。这边左边不知道有没有眼儿啊？来打我溜，一上来啪啪扣一下，换了得了，用命换了吧。我要是往上冲，那就只能换，没办法。
中路三打三，让人家一换三，看来不行，不能让他们换我，不能让他们换我，让他们换我这队友打不过。你们说我出训印还是出收集者呢？我决定来个训印，不来收集者。收集者不要了，那个玩意儿呢，无非就是给我们多一点那什么，这个灵活。下件武器。啪啪出啪啪，这老换也不是个问题，也不是个事儿，没有队友呢怎么？没有人呢。把无尽出完，无尽咱再整一个西蓝刀，或者是出个银血剑。根本不知道人搁哪了，他妈的没有视野，可太糟糕了啊！太烦人了。哎，有个眼儿都把他干死。算了，不追了。我觉得你拉到我就是无敌了，兄弟。哎呦我，900块钱鱿鱼。于是，地狱接踵而至。900块钱的鱿鱼还行啊。该我了。WE 啪啪 Q， 你他妈给我死！ADC 打呀！回回都是你的咖喱奥在那里嘲讽我。把他们家红给他打了，
对，往人群里边冲。小龙拿了吧，把小龙拿了。我依然听得到邪恶之地的歌声。那莫嘎拉连个沙漏都没有。行了，给我收集了1998。再来一个暴击的东西吧，反正我们现在也出不了啥玩意儿了，不如我们先出一个这个啊，跑的还快一点，一会儿再给它换了。饮血剑你别着急啊，饮血剑3000多块钱呢，我们先买一个这个东西啊，我们先买个这个。收集者他买不起，我们只能买得起2500块钱的装备，所以我们先买个这。最后一票永远都不可能是最后一票。我也可以出个春哥，就是。介意修理一下惹事的人，中路团一波，游戏结束，来吧，你也打不了，啪啪啪 Q， 有了，冲的穴位是有点猛了啊。由于差一丝儿血没死，敌我上单，怎么就敌我上单了呢？我操！我18级200来刀，只不过我有点上头。你要非得说敌我上单，不要眨眼，这波告诉你什么叫1打5。怎么有钉呢？下波再给你1打5，下波再给你1打5，这波先不算，下一波啊。哎呀，哪来个钉啊？我其实真没想到那个卡莎敢回头打。这卡萨敢回头打，确实我没想到，他居然不怕我秒他，说实话挺狂啊，挺狂，下波可能我得制止他了。饮血剑没有钱呢，饮血剑呢，等会儿钱吗？
来一波野区小团战。恶毒的心，拔不了啪啪扣，一上来闪现啪啪，啪啪扣，拔不了。先把这卡莎杀了，再下路吧。哎呀，你把下路拆了吧，就剩你了，狗熊。来个银血剑，这是辅助狗熊吗？那没事，那蛤蟆就一件半装呗。你都两件装呗，你那两件半回点血吧。啊，打不死你，我估计没有伤害呀，加点盾啥的，没有虚区。先去打个红的，这一个暴击一千多。打个大龙啊，打个大龙再中推，要么直接中推都可以。爬爬溜，一上来啪啪点烟，啪啪爬不了啪啪。哎呦我操，里面有鱿鱼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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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瞎了，没看见鱿鱼啊，啥天鱿鱼出来的呢？没瞅着鱿鱼搁里头啊，我真没瞅着那鱿鱼，你们瞅着了？别跟他打了，在我前面进去的，没瞅着啊！这个真没看见，没瞅着。新的一天，又一场大清理。清算时刻即将来临，等一个翻盘，翻不了，没事。哎，再说翻就翻了呗。无所谓嘛。